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女粉，她叫单曲循环的歌，她是在我们群里的。然后她是一个在北京一个酒吧驻唱的一个歌手。我是想给大家听一下咱女粉丝唱的这个音乐，其实她唱的这个歌我觉得很给力。她是不能从零开始吗？从零开始啊，大哥。然后这个声音我开大一点点。OK，开始了。这个是全民 K 歌上面他唱的这个作品，给大家调剂一下。现在站萌榜第一是我们萌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第二萌，这点就比较惨。然后每日累充，我们今天的累充好像还没有充哎，我们充一个648，今天不要充多，就充一个，最多两个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这个音乐能听到吗？单曲循环没有，我们听完这首歌我们就换歌。它录制了很多首，我们慢慢的换。然后第一周期第三天领取下两个超值符文精华。这个《杀破狼》其实是很老的歌了，我小时候很喜欢，现在的话就有股味道了，就是怀旧的味道。给了2000的绑钻，还行。然后这里有 V7 的礼包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 V7 的礼包都是固定的东西，但这个倒没什么。然后我们领取一下，这个的话是龙珠宝盒，给了一星龙珠。我们现在七星龙珠还没有激活，对 BOSS 伤害增加1%。然后这里再领取一下，完美强化石，高级神兵丹。然后这里又领取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三倍经验药水。三倍经验药水没有，三倍经验药水不是每次都有的。然后又给了一个星空卷轴。然后第三天累充领取一个稀有的神兵精魄，去强化一下。好，这里可以进阶一下，然后圣器的话，哇，有27个，可以升到121。我觉得他唱的，对于我这样木头耳朵来说，我分不清到底是原版还是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可能背景音稍微有一点嘈杂，但是听不出它是不是原版。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无能，烟花庆典，它这个刚才有个红点，就是让我们来抽一下这个烟花。哦，这个神仆我们还是买。小恶魔带了，小恶魔带了的，刚才特意带的，不然早就被爆破了。接着看一下神仆降临，我们把这里的先买完，每天的神仆抢购我们都抢完吧。然后这里的话是需要花1000多块钱，哇，那就够了呀。我们现在有多少钻？我看一下。还有10000的钻石，差不多就够了。神仆降临，哎，升级了361，点错了。神仆降临，神仆抢购，这个的话就是84块，14、84块。这个的话是300块钱，15×20。OK，下降了33%，昨天就下降好多，但今天还下降了33%。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比较卡了，不是他。最主要的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再带一下这个新功夫本，创建一个队伍，然后邀请一下咱们盟的其他人。对方已离线，我要邀请300级以上的，因为300级以上的话，它是可以合并次数的。只拉到一个，哇，这些家伙还不太希望我带吗？难道我们先做一下这个神仆降临？神仆降临还没有买完，然后这里是300块钱买一下，然后这里是究极礼包，这个是要花1000块钱的，啊，钻石不足了，我们今天就充2个648，就不多充了，然后买完这个神仆。今天就不再充值了。哦，对了，说到2个648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，转职一会儿去啊，转职是370级才行，我们现在还不到，我们把神仆抢购抢完，
然后音乐完了，我要换下一首歌了。这个是杀破狼，然后他还有好多歌在这里，《烟火里的尘埃》，我们听一下。哦，赫拉，午宴次数不足，不好意思啦。然后再找一个，你们再进来吧。这个超爱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伙伴，但是我之前没有提前和他说，他可能来不及反应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去升一下这个神谱，马上 V8 了。是的，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很快就 V8 了？V7，哦，差一点点就 V8 了。V8 就意味着我花了5万块钱，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我之前本来打算每天。3000块钱的，现在来算，我已经花了5万，最后这20天，如果是以20天来算，总共5万块钱，那每天就只有2500可以用。来来来，你能邀请一下人吗？邀请一下队友，或者邀请一下别人也行。我们战盟的人，为什么都有组队了呢？你都有组队，我邀请不了啊。我这里又说不了话，就很烦。然后一会儿的话，我们先打一下9层妖塔吧。9层妖塔的话，很快就能结束。我们接着升级一下我们的神仆，这里是加了1万的战力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升级一下。有人说卡的话，我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码率，推出。现在的话，码率调低很多，应该会，好很多。V9 10万，我觉得 V9 差不多是10万，然后这里是2万，2万的战力，这里再提升一下。卡的话，其实和手机没什么关系，卡最主要的原因是网速问题，因为有的时候你 WiFi 信号不怎么好，或者是 4G 信号不怎么好，就会卡。OK，最后是这个东西，20个精华，这个应该加的比较多，加了34000，加的也不多，这里有390个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道具用完也升不到7阶，可惜了。可惜9层妖塔进去一下，现在也会考虑换游戏了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个托？如果他不是个托，我还心里舒坦一点。舒白，大哥，我要用手动操作了，要打这里的人。我点自动的话，它是会锁定那个人，它会随机选择用一个人，然后锁定着去打，就可能会有问题。诶，若尘，335级的若尘，来，先把这个残血给干掉。哇，就进入了第4层。来，先自动打一下这个精英怪。然后这个音乐完了，我们再换一首。我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才女最美的期待，她的歌昨天我都听了一下。舒白打不过我了，我比舒白应该是多了300-400万的战力。俗人能杀死我吗？我这一点血，来给他斩了呀！俗人就剩一丝血，你看到没？他就剩一丝血，我差点就战胜他了。韩林，把他固定住，然后小雨，好。进阶到下一层了。舒白，咱真的是死对头啊！我看一下舒白的战斗力啊，他是1500万，小恶魔换掉，多谢你的提醒。我这里好像是有问题，刚才这个音，它的声音变重了，最后再听一首吧。洋葱被莎娜给击败了。听完这首歌，我们就切回去。说话会脸红，慕白，慕白离我近，谁离我近我就杀谁。哇，莎娜，绝不绝望？
反正拖的话，我们就是想着让那个拖不要挣到钱，时间长它自然就走了，因为区是不断在开的，它如果赚不到那么多钱，就会有问题。俗人，刹那，逍遥霸主。OK， 舒白击杀了我。我刚才还没有抢到那个人头吗？好烦人。小雨，我们的这个姑娘她在群里很活跃，所以我是觉得，要给她录下这个声音。她的歌曲我觉得不能说是特别的专业，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来说，我就觉得很厉害了。哦，超爱心，超爱心怎么来了？刚才打经验副本怎么不打？好烦。好，我进入了下一层，但是我血残了。哇，我不想给舒白送，我不想给舒白送。给舒白送的话，他就会多两的积分，多二的积分。我卡了吗？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游戏卡了，或者说我卡了。完蛋。好的，刚才网络卡了一下。好了，九层妖塔还没完。刚才的话是网络卡了，这个是真卡，这个是网络的问题。我今天是拿不了第一了。他刚才卡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有的画面都动不了。然后我就退出，重新进了一下。这里打人，赫拉，不好意思了。哇，他还闪避，这都是咱队友啊。咱现在是第七层，再杀一个就能进入下一层。刷爱心，对不起了。舒白，挑战一下。啊，舒白没了。哎，我还开了一个式神，很棒哦。俗人，俗人血量也残。然后接着是超爱心。哇，如果按照这个效率连斩很多人的话，那岂不是优秀？哇，那个情人他没有来，情人他没有来，我们的这个弹幕应该 OK 了吧？这个弹幕是连接上的 ，OK。舒白现在打不过我们，我们差的战力差的不多，就差300万，但他就是打不过我们，这个就很绝望。我们还有绝对闪避，哇，大哥，我好疼，放过我吧。哇，他好绝望，在最后一点点，哇，他还是把我杀了，然后他往上走了，我要去找他。俗人。舒白，来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一个眩晕就把它固定住了。哇，舒白又活了。哦，俗人，俗人你又送上来了，真棒。我们是第九层，最后再杀三个人就可以了。打舒白吧，打舒白。创爱心同学过来打一下舒白，或者我送你人头，看到我了没？快快送你，送你，千万要把我杀死，我去帮你打舒白。我是被舒白击杀的。然后这里我们把游戏的声音调回来，游戏的声音。看一下，好，连线成功了。我现在弹幕应该是 OK 的，刚才那一分多钟看不到大家的弹幕，不好意思了。最后还差一点点，我刚刚好像是在打怪，最后一个 boss 了。哇，我刚切割好像很伤啊。这个舒白，哦，我是第一名，很好，拿下了这个第一名。这个情人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，我们参加一下这个婚宴，还有七八分钟。这个情人的话，他要么是一个托，没有时间照看过来，没有办法参加这些活动，要么就是一个大佬，也没有时间，反正就是没有时间，管他呢，我们等等。如果他是托的话，或者是大佬的话，我们多等一下应该都没有问题，他可能就走了啊。反正我们都充了50000了，对不对？
这个人带给了我不好的体验，哇，他就是2000万的战斗力，太吓人了。继续看一下背包的东西，背包好像没什么东西了，啊，有6个符文礼包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有2个这个石头，完美强化石，这个的话3钻就给他去强化到5钻，洗炼不洗炼，洗炼的话是有几个石头，现在只有1个，镶嵌9阶装备可以镶嵌1个6级红宝石，这个也是9阶装备。OK， 这个是4级红宝石，4级升到5级。OK， 我们这里的红宝石好像还可以再升，这里全都是6级红宝石，看一下有没有4级以下的。对，她就是个才女，欢迎大家去群里面。她是单身哦，她现在是单身。噔噔噔噔，哇，我前全都是6级宝石，再升就是7级了。那我再升一个7级宝石吧，把它升到7级。OK。强化最后这里就不要强化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把那个活动给拿了，我们先让它自动吃一下这个食物，把这个情意绵绵的活动用完。今天是消费了1500块钱，还行吧，然后给了6000亿的经验，应该是心花怒放，激活一个加了38000，为什么这些加的都那么多。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神元石，哇，这个神元石他们卖到神元石难道是这个吗？哇，升级了升级了升级了，这里强化了加了38000，然后衣服也激活一下，就是粉红诱惑，这个激活的衣服应该是可以穿上的。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的衣服，哎，你看没，我们原先衣服是金色的，现在变成粉色的，有趣有趣。就他去吃我们的这个东西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这里有30个节日纪念单，还有一个情谊大礼包，仅需花费888钻石可以得到一个绝版图鉴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丹药，然后这里又升级了，然后一路有你，这个游戏特别不和谐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我们去打怪的时候，有人的坐骑就是这个车，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哇，加了22000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车，它是那个可以去2个人一起去坐的，到时候我要试一下，我以前不知道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好搞笑啊，2个人可以一起坐。然后的话，我看一下我们的神元石。神元石可以拿去卖啊，哇，可以上架的，他卖的应该就是这个神元石，那卖300块钱这个神元石太贵了。这个神元石的话，给大家介绍一个系统，我们今天充值，我们今天那个首充呢，我们这个首充好像已经不在了，是在这个充值界面被它替换掉了。那个首充给了一个东西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是2个卡，整理一下装备，它这里有一个 boss 三倍战魂卡，我额外还有一个2倍战魂卡，这个3倍和2倍可以叠加使用。然后有一个大佬今天告诉我首先是昨天有个大佬告诉我，这个兑换的话就兑换这个神元石，只兑换这个神元石，就是这个是战魂，我们这个是战魂积分800积分，兑换就只兑换这个神元石。然后那个2倍和3倍的这个那个经验药水什么时候用，首先你要找一群队伍一起来打这个世界 boss， 打了这个世界 boss 会给这个战魂，其次其他 boss 也会给，只要是8阶以上的都会给这个战魂，然后不同场景的 boss 值不同，世界 boss 给的积分最多好像是给5个，如果你吃一个双倍再吃一个3倍，它两个是可以叠加的，那就是5倍，相当于是打一个应该是可以获得25的积分，然后你再去领主之家，然后再打个人领主，然后再打神域禁地和这个苍月岛，这些 boss 全都可以给这个积分。然后那个人说，如果你吃2倍和3倍也同时吃，然后打2天就可以兑换出一个是一个神元石来，非常的夸张。这个就是后期的神元石的打法。然后战盟看一下，领取一下这个东西，挂机卡领取一下，然后心法又是2万的贡献，升级一下。一会儿我们的任务啊还可以做一下，这个是屌炸天和超爱心他爹，哇，怎么有这样的人？超爱心他爹都来了，神器这里又可以升下30个单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你那个琴卖吗？我那个琴还要买呢，就是我再买一个，然后就可以升级了。我那个琴不卖。OK。哦，我还有个感想，就是这个游戏和之前玩的这个《斗罗大陆》不太一样。斗罗大陆的话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玩的话，其实需要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带，这是需要的。但是相互之间的配合，比如说一起去打 BOSS， 这个是没有的。就是那里面有。但是那个 boss 每个人次数是固定的，他不需要怎么抢，因为 boss 经常会比较多，你只要多等一等然后就能打到。但是这里面不同，这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盟里的人
他这个第一层第二层他就打不到 V4 V5 的副本，他就打不了，经常会被这个风银阁的人给占了，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大佬带着他们去打的，这个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玩法。所以我以前玩斗罗大陆的时候，我就不太注重于这个团队的配合，就养成习惯了，因为我都玩了半年了差不多。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就告诉我，其实是要大家一起相互去帮助一下，特别是帮助一下盟里的后半部分的或者中间的这些选手，让他们也能够打到这个 boss， 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。然后这里是有152的钥匙，这个先留着，这个寻宝的符文令先摆着。我们现在有85个符文的寻宝令，这个等到我们以后把我们的九层妖塔打到非常，不是把我们的万魔塔打到非常非常高之后再说。然后这里你还是没有帮，谁说的？我今天开始帮了。然后一会儿就我们打一下这个360级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再做一下这个扫荡。守护圣灵今天是双倍，我们扫荡一下，扫荡两次，他给一些这个精灵的石头，然后这里再买三次，凉了哦，购买次数不足哦，已经买完了，再扫荡三次。好的，这副本给的东西其实还可以。然后深海宝库也是买三次，扫荡一下。OK， 他是给这个洗电石。好，这两个副本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启动这儿，给我们的幻化升下级啊。这几个幻化都升到十阶了，那就给这个升级吧。这里喂养6个丹药，加了7000，玩了10天才开始帮自己人，早被气跑了。对啊，现在为时未晚吧，只能这样说了，只能将功补过，好吧。我们这个宴会应该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啊，7秒钟，可以竞技领奖，领取一下昨天第二名的奖励，应该啊退出了啊。然后之前有同学怪我第7天的视频做了一个骚操作，就是我把7阶的这个2星7绝仙符，两星红色的7绝仙符给卖了，那个是带绑定的，那个绑定不能卖给别人，也不能交换给队友机会套装，所以就只能卖了。到时候我把这个重新合成，我就可以拿去给我的队友激活这个套装。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套装我们比风云阁慢了很多，不然我们的这个队友等他们的这个七绝和九玉全都激活完，他们是能够加100万的战力的，所以我们就在疯狂的凑7绝3星9玉2星和9玉3星，九玉二星马上也能够合成了，这相当于是150合成一个。然后道具这个9朵玫瑰合成一下，好的，然后我们再去带大家打一下，诶，牧尘他应该是没有打，我们再邀请一下盟里的队员，他们都有组队了，好烦啊，我们再邀请他去打一下这个副本。醉无休，我还是在群里问一下吧。就和他们说一下。然后这里等一个人，我们邮件完了。啊，充值的给我发了邮件，这个没有用。诶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好奇怪。然后我们先去打一下这个海战，今天已经把海神打了，最后剩几个任务我还没有做。本来想着是抽空做的，结果没有时间。海神是完成了。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战船升到50级。先把这个船打了呀。大哥，先去把看到的这个船都给打了。这里地图上有一个红点，我就知道这里有2艘战船。哇，大哥，这位大哥还挺有想法的，他还挺不受我的控制的。我们这里还差2个战船，先去灯塔。哎，残骸这里可以收集一下。9层妖塔，有人还在做9层妖塔。海神的宝藏，今天打完海神的话已经领取完了。哎，五院拒绝了我的邀请，因为他已经打过了。啊，明天我们要事先沟通好，不要像今天这样那么尴尬。哎，这里2艘船就齐了。大哥打呀！这位大哥为什么要干我？好奇怪，你是没有干过人吗？哇，这里就给经验了，我们就可以升到50级。哇，被经验人好烦啊！创爱心，经验啥时候打？大哥，我邀请你组队了呀！队伍已满，飞剑红尘不对，大哥。啊，这些都是人才，
首先我邀请那个人组队了，但是那个人有队伍，然后就没有邀请他成功。然后剩下这两个人，刚才这家伙已经打过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再打一次？刚才我记得这个打过了的，那我再进去一次，然后再和这家伙交流一下。有人叫我升 V8， 升个屁啊！哎 ，B 站红尘 ，B 站红尘，哎，好、哦，等一下，这里可以邀请了。大哥，超爱心，推下你的组队。然后他没有进我们的群吗？他进了呀。哦，他们应该是不知道在哪儿找我们的这个队伍。他们是让紫星先吗？你们自己申请进来。哇，就是带人去打副本的话，其实啊、是挺费精力的一件事情。你们叫人都不好叫，我每天最头疼的就是打这个星空副本了。神铺扫荡的话，我们先打一下360级的这个 boss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圣印提升，可以提升一次，之后战船来升下级，好，升到54级够了，足够了。背包激活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强化下，升到57级，加了1000 ，OK。今天能升到365级吗？这里又给了3-400亿的经验。我们如果升到365级，我就可以打这个首杀了，拿这个战神人马的首杀。363，我觉得今天有可能可以，但是要这家伙进来，这个大哥可能吃饭去了。我今天升到365吧，今天说好了要升到365。然后 B 战红尘升到365，把那个神父手杀拿了， OK， 终于进来了。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看法哦。首先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油管的收入。昨天的话就很惊人，你知道吗？稍等一下，油管的收入好像没有了，翻下墙。我翻墙的话应该不影响直播才对。这个给大家看油管算不算违规啊？不知道，应该就一秒钟，还好。给大家看一下过去90天的收入，我们昨天的收入是4,657，对，4678，昨天是4678，今天是4827，多了$149，就是一天的时间，它就增加了$149，相当于我现在每天，光视频。光在这个油管的视频播放就有1000的这个收入，所以是哦，非常影响。小恶魔，好的，谢谢提醒。小恶魔带上了，哇，浪费了一分钟，因为总共是6分钟，我们浪费了一分钟还行。哇，感谢观众朋友的友情提示，队伍满了，下次一会儿，好，一会儿吧。这里不能说话，那我就送你花吧，明。OK， 花9块钱。然后看一下装备强化，天选转盘，这个天选转盘是免费的，有5次，我们先抽一下。哇，小妞抽到100，这还能抽到100的，还哦，我还抽到300，那我不酸了。我还抽到过300，还好我今天会看弹幕，昨天没有看弹幕版，观众都急死了。哇，非常棒。OK， 今天抽到了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啊。我们这个魔君套装还是3件，哎，稍等一下。一会儿出去好像可以激活一个这个魔君的套装，我们先等等。伴侣今天也没有打，商城看一下，商城这里兑换一下青莲护符，买2个。反正暗器的话现在就不怎么升了，我们的暗器本来是想着一个是争夺一下榜1，另外是提升一下战力，但那个提升的战力实在是聊胜实在是太少了，没有提升的价值，所以我要听大家的话，不要刻意的去花钱去提升这里的暗器。就是这个，昨天我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去买那个素材，然后日常的话再升一级世界领主。哇，今天还有次数，诛仙血阵赏金任务今天还没有做，头疼。七重再升一下级吧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。嗯，其实我之前看过旭旭宝宝的视频，嗯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，
然后直到我昨天做了一下这个直播，我才发现和观众的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也是能带大家一起参与体验的一个过程。你说光旭旭宝宝玩 DNF 本身是一个画质不怎么样的游戏，就是以前玩的人多一点，仅此而已，但是他能够当上这个斗鱼的一哥，其实是相当的了不起。所以我就这两天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是怎么样和观众互动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欠缺，需要向其他的主播去学习现在终于荣升成为一名主播了，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说到刚才那个油管收入吧，我妹子，我今天告诉她，我说哇，之前就是每天增加100美金，然后今天就增加150了，这个增长的真快。然后她就说求包养，我就觉得她这个技能学得很快，好像是天生自带这样的一个技能。然后我还和她讨论了一下其他的事情，就是她现在是大三了，然后她想要去考研，但是考研的话又有一个问题，考研的话就是一个是时间很长，他才大三嘛，然后大四这一年还有一年，然后再考研一下，就4年就过去了。但是他想去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们就在想要不要去一起做一下这个视频，可能把墙下了，墙已经下了的，墙我刚才立刻就下了的，要不我其实也没有丢针，现在没有丢针，这个码率就是4000左右，还行，墙我刚才已经下了的，然后我还没有和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媳妇儿，以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她照片啊什么，甚至她真人也可以来现场了，到时候我觉得可以凑个热闹。反正她的话学习比我好很多，至少我在大学把那个能挂的和不能挂的全都挂了，最高的话我是挂过50多学分，大学总共就是130几，还是140几学分，然后挂了50几学分。哎，出去开车看看，一会儿出去开一下我们的那个座机。稍等一下，先把这个座机换上。这个换话有一个车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怎么样？骑上？哎，化形就对了。化形的话，一会儿就能看到了。哎，这里还可以升一下级，把这个随便升一下。啥时候发视频？发视频的话，今天 B 站的话已经发到了第7天，明天发第8天，明天争取多发一点。这两天真的超级的忙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的忙，而且这两天我有些偷懒，我每天睡7-8个小时，昨天是睡了8个小时，导致我剪视频的时间就少了很多。因为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发群聊消息，然后没有各种各样的干扰，能够很安静的去做视频，那个时候效率是非常高的。但这两天由于我之前欠了很多这个睡眠的债，一直睡不够，所以这两天睡得比较多，也请大家见谅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后天16号的时候，我就能把这个视频跟上进度。又下降了69%，不是吧？怎么那么夸张？然后副本次数3次，然后他们应该是已经合并次数了。我这里，你们就退出队伍吧。然后我邀请一下那个家伙，超爱心，哦，邀请了，超爱心。然后再来一个人，我们现在还差好多级啊，还差1级半。商城每日限购，商城每日限购刚才已经买了的。哎，每日限购，哦，每日限购没有。哇，这是周五，今天是周五，周五零点的时候刷新了。哇，今天还得多花一些钱啊。这个绑钻的福袋是要买的，200块钱。哇，传说坐骑也要买的。然后战船装备宝箱一会儿去。然后坐骑的话是给的东西不怎么好啊，这几个。它这个黄色两星一般般呀。刚才没带恶魔，其实我就第一分钟没有带了，我还是多了很多的。大哥，来呀！这里叫一个大哥，刹那。反正再来一个水友，我们就开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3倍挑战？不然我感觉这个经验不够。然后问一下群里的同学。我刚才有个人7次合并升了7级，这个 B 站红尘应该还可以。没有的话，超爱心邀请一下别人好不好？但是他又不看直播，听不到，好气。成就领奖，领取一下我们的成就，击沉了50艘战船，签到10天，然后升级一下我们的探索大师。9层妖塔快结束了，接下来8点半的活动是矿场争夺，这个矿战是挺有意思的，但是只剩30秒了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， 好烦。然后我妹子的话，她是觉得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游戏以外的视频，
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算是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了。虽然我现在游戏每天可能花两三千块钱但是我是觉得，两星装备不是要给创爱星吗？是要给的，但是现在来不及，现在其实不太来得及，之后再给。然后召唤矿车，召唤两个矿车，然后资源鼓舞，这个是大佬提醒我了，这个是采集矿石提升50%，这个之前忘记了。然后属性，攻击、防御、生命值属性增加20%，这个也要的。然后矿场争夺的话，上次我们赢了，但是就比第二名多了600的积分，我们是6万多少，然后就比第二62000，他们是61000多一点，就比他多一点点积分。我们这次的话，希望能够，如果他们上次加了这个鼓舞的话，我们这次加鼓舞应该能超过他们很多。这个矿场争夺的话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我还有一些东西没玩懂呢。然后市场求购撤销，已撤销，已撤销。哎呀，妖塔的第一名，领取下。这个求购的话是时间到了，应该是。我们今天看一下最后2秒钟，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金矿，赶快过来。好的，我们是6名玩家，集齐了之后就可以进入金矿。进入金矿，哎，妄图改变世界，哇！你说这个人有多绝望？5个都是我们蒙的，就他一个，这个人好惨！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哈哈，没有地方可以走了。然后我们去殴打他这个金矿，哇塞！带着地球迷去做副本、打敌人、做活动，就是这个感觉吗？挺好的，哈哈哈。这个人说：“好尴尬啊！开车看看，一会儿开。然后这里金矿马上要刷新了，这里的话他们都在这里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？我们去找下一个这个金矿，还有21秒，我们要找那个，比如说树白在哪？树白在的地方，树白在哪？咱们就在哪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抢他的分。情人守护神，哇，情人守护神在这儿。好了，我还是来这儿，我还是来这儿。6秒钟，5秒钟。”这里要抓紧时间，点争夺，OK，进来了。有时候我手速都没有办法闯进来，哎，妄图改变世界，哇，又有4个人被柔情灌醉，哇，我们可以啊。背包里有个礼包没有买，哦，那个88块钱的那个礼包好像没有买。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做了，甘云韵，然后还有个283级的拥趸，哇，没了。OK，背包我看一下，背包有个东西没有买，这个是88块钱的，哇。买了之后，给了一个天罡，还给了一个非你莫属的一个绝版的图鉴，加了2万。武魂的话，先不管它，得到了450的矿石。我们这里主要人太多了，4个人分不够分。哇，我们差那么多，这个封印阁可以啊。我们要找他们去打打架。封印阁的辛晓雨，封印阁的绝仙阁，哎，墨尘是在这里。我们还有14秒，13。准备去做一下，10秒。哦，还有这个丹药，我们可以进阶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去把限购买了。限购的话，每星期买一次，这个是必须要的。OK，进来，哇，这个刚刚好进来。然后妄图改变世界，哦，有3个我们萌的，有一个封印阁，这个封印阁针对不了呀。我希望能够去针对一下这个树白，但是树白就是遇不到，怎么办？树白其实挺会玩游戏的。刚才看到那个情人守护神，他也来了。刚才突然一惊，就是两腿一紧，不是突然一惊，是两腿一紧。哎，大哥，哇，这个新小鹿，Hello，必须要把他杀了。你看他活着的时候，他就会分掉我们最后的这个矿产，这个就很烦。哇，我们这个矿产是差了7000了，那比不上了，比不上了，这里就比较惨。来，刚才有人说可以去升级，这里升不了啊，我右边的没有界面，升不了啊。他们说那些东西可以去升级，那个跑车可以去升阶。哇，这里有一个什么神炼石，神炼石是做什么的？神炼说明，神炼必定成功。这个是继承上限的神炼等级，其余神炼石返还，不是很懂。来来，继续矿场争夺。啊，已经争夺了，我来晚了好像，我刚看了一眼就晚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去争夺这个矿石，然后封银阁的这个，我们马上去掠夺吧，马上去掠夺，他们这个矿比较多，2秒1秒，掠夺，OK，参战，牧尘和明，我们3个一起
去打风吟歌。好，开始。俗人，俗人你在发呆吗？百里墨邪，哇，刹那，我们的有个队友被干掉了，看到没？这个天之圣尊在这儿，你还敢杀我队友？我跟你没完！哇，他们盟的这个中间实力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以就把我的队友都杀掉了，好烦。我看一下，神一升级，升一下，能升的都升了一下。今天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到1900万，其实现在战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我只要能高这个数百就可以了。我一定不能像昨天那样上头。这矿车打得好慢啊！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。这个神炼石的话，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个神炼了？获得了掠夺，获得了1200的这个矿石，这个还是相当可以。OK， 我们三个人一起挑战一下。哇，封印阁37000了，那我们一定是第二了，这个差别太大了一点。刹那又来了，刹那。OK， 眩晕给他定住，他就没了。哇，我这个队友王图死的好快啊！我先打这个矿车，他们打我其实不疼的，我就打矿车就行了。然后这里的矿石就在逐渐的增加，然后你就打我吧。矿车一会儿会无敌的应该。哎，那个人直接就死了，我都没有动他。这里有1300了，哇，叶天子他也有800，很快很快，好像两个人掠夺就很快。我的输出一定比这个叶天子高很多很多，但是他掠夺的数量和我差不多，就是证明活着的人越多越好。哇塞，掠夺了，我们加在一起掠夺了4000了，我的天哪，好爽啊！掠夺2500还行，一会儿接着去掠夺他们的这个矿车。哎，13000，哇，我感觉应该晚一点再去掠夺他们的这个矿车呀，因为他们的这个矿车矿会越来越多。我们现在已经36000了，还是差7000。哇塞，哇塞，没有人参战了，难道他们都去掠夺矿车了吗？哎，情人守护神，来吧兄弟，我他啊打不过他，他这个血量900万，我的血量是多少？哇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杰出人物击杀了我，继续掠夺。看一下这个情人守护神，他也不一定每次守卫的时候都能抢到这个位置。 OK， 哇，这次没有人哎，那我们就抢就完事了，这个说不定就能抢完哎，很棒。我看一下能不能给那个什么升一下旗。哎，就是这200个斗圣进阶单，进阶一下斗圣神武，这个进阶到朝着4阶去进阶，但是不一定立刻就去进阶到4阶。我和那个前守护神战力其实就差100000万，但是打架的时候差距就很大，这个没有办法了。我打书白也是，我高他200-300万，但是书白在我面前就挺脆的，他就只能打我1/3血。那个来睡觉的观众，不好意思了，那个今天直播间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盟里的战力太低了，确实是这样子的，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提升，所以这也是让人头疼的一个地方。魔军战甲，哎，我们掠夺获得了2000的矿石，我们就掠夺。哎，这里，哇，他们18000这个矿石，哇，好爽啊！这个18000的矿石我要掠夺一下，还有12秒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诛仙向我们发起了这个掠夺，先不管他，我不参战，我要参这个。OK， 向封印阁挑战。我自己去也行，只要没有那个，哎，超爱星也去了，还有个残人是一个新的选手吧，新加入我们盟的应该是。哇，你看这里这个矿石的数字就在不断的在蹦。哇，说的对，哇，我忘记把这个换上了，怪不得差别那么大。刚才是这个杰出人物杀了我，但是无所谓。哇，我们先把这个杰出人物杀了，大哥别杀我们队友。 OK， 他没了。现在我们还有40秒，40秒的时候他会无敌一次，但我觉得应该能抢到很多很多了。然后这里有18个星空副本，哎，这个没有带锁，难道可以上架？不能上架，这个带锁和不带锁其实差别不大。然后这里有10个至尊榜钻福袋，我们使用一下。哎，我又断线了，好像我好像又断线了，但是是这个游戏的问题，我的直播好像没有断。
Oh my god！哇，我旅游第一名不就没了吗？大哥，要不我换一个这个宽带？今天这个片刻后重新连接，今天这个网络好像不太行，我换一个吧。好的，我再次尝试连接。Oh my god！重新登录吧。刚才的断了，是我换了一下我的 WiFi。我家里有两条带宽的，因为为了这个上传和直播，上传的视频内容也很大，所以我经常是需要用到这个上传带宽。哇，大哥，哇，卡在这里了，这是游戏的问题。我还能在这里收到各位的这个弹幕消息。哇，难受了，重新来。现在，直播间应该是稳的。我刚断了一下，现在直播间应该是 OK 了。然后服务器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人多啊，因为所有人都来赶着做这个活动，然后消耗着这个带宽，他们的这个服务器资源。妄图九三了吗？我现在有4件93，2件92。游戏炸了，游戏崩了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，好讨厌啊。那我们的那个第二就稳了。群里看看群里他们还在不在？这个游戏崩了，好难过。哎，他们也崩了，非常棒，他们也崩了，哈哈哈，真的是这个服务器炸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再听听歌，还是再聊聊天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人卖了我几个装备，我还没有去收呢。人太多，服务器弄不过来，这个服务器真的炸了。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群里，神不入室的这个群，游戏掉了。神兵在自己在直播，哎呀，那是斗罗的玩家，神兵9.5亿了，来个禁言，然后这个也在聊，也禁言，哇，他们怎么都在聊这个斗罗？这三个是乱入的，童叟无欺，低价甩卖，我感觉今天的这个录制就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，现在不是第一，快 V8 了，赶紧升 V8，星空副本多一次。其实那个星空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，我现在有20次的这个星空卷轴，就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个游戏好垃圾啊！哇，现在又多了另外一个理由去换游戏。不过到时候，直播虽然卡，不是，虽然直播卡住了，但是视频其实一点都不卡，因为我是有另外一个 OBS 在录制视频的。刚刚放仓库的装备被拿了，其实是。看直播的人拿的，应该是我们群里的人，所以这个问题不大。OK，进来了。矿场争夺，这个就比谁能更快的连上，谁就能抢夺这个第一，对不对？哎，风银阁，哇，风银阁就只有6000的这个钻了，不是6000的这个矿了。你逗我呢？我靠，这个游戏真的重启了。金矿争夺还有50秒，哇，先不要向他们发起进攻，好吧？我醉了。绝仙阁，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了，我的天呐！我还第一次遇到这游戏在线崩的，好可怕！哇，我这个资源谷物也没了，大哥，这回可以溜了，我感觉，这回这个活动已经可以溜了，我们这个资源谷物也没有了，我可是花钻石，哎呀，再来鼓舞一下吧，采集属性其实无所谓，属性就不鼓舞了。封印阁，来，我们应战一下。不知道是谁要抢我们？哎，行尸走肉，哇！我们几个一起去打行尸走肉，给几个控制好吧？哇，他直接就打我半血了！我靠，直接防守失败，怎么就秒杀了？我要看一下他这个战力。我这个还没切换过来，不然会有20%减伤。我一会儿出去看一下这个战力，我充了5万块钱，然后就被这个人秒杀了。哇，太逗了吧！然后这个金矿又没有抢到，不是，我想不明白了，他这个人，控制住了我2秒，然后就把我秒杀了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，这个矿洞应该是人数多了以后会有几个矿洞可以去抢这个矿的，哇，我的天呐，
风云阁啊，这个学仙阁比学仙阁的话，我们应该能够很轻松超过它。我们这个时间还有4分钟，应该是最后1分钟是不能采集的。我们准备掠夺矿车，5000的这个我们掠夺一下。哎，树白，呀，小树白，你来了，你们两个人也打不过我一个。树白打我就不掉血，你看到没？树白是700万的血量，哇，还是掉的，哇，还是可以的，大哥可以啊。倾城，然后我们继续掠夺。这个游戏好垃圾啊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我们赶紧看一下，鉴宝令啊，这个都可以放下。然后坐骑3个坐骑的，这可以获得红色2星的这个坐骑装备。哇，获得一个起源坐鞍。这个坐骑到底是放什么上面的？我其实还没有弄懂。然后这里有500万的金币。没四 G 网络玩的话就会看，哎，有88个移动内丹，哇，可以升级了，哇塞，这个跑车可以升到3阶了，应该是。掠夺失败，只掠夺到了600，哇，刚才怎么出来了？哇，掠夺这个有10000的这个矿石，掠夺完这个矿石我觉得就稳了。这个矿车的话，就是有两个矿车装他们所有的矿石，我们就把它掠夺就完事了。Come on， 只要不遇到那个情人就 OK。哎，没有人。他们都去应战了，应该是。来，继续升级，这还没有完。一路内丹，我觉得4阶是进阶不到了。这4阶的属性是什么？哦，提升1000的攻击，1500的防御，3的破甲，加了45000。这里不行了，坐骑上面至尊一级开启 ，OK， 这个功能我们还没有开启。那无所谓，我们这个要买吗？5块钱一个，不要买吧。大概是要花130块钱可以激活4阶，这个不要买，慢慢的来，这个不急的。而且我的水友之后会给我一些这样的石头。我看一下9阶、7阶，现在问题就是这个9阶装备还合成不了啊。10阶装备、11阶装备，我现在迫切的希望我能尽快到370级，要不一会儿开一个3倍煎药水。哇，给了2000，交易中心有卖。等20秒，我们再掠夺一下。这个掠夺给的就足够了，我觉得现在已经 OK 了，现在已经 OK 了。我觉得我很可能是掠夺第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的这个矿石太少了，数百掠夺的话，它也掠夺不了多少。这里我先不争夺了，我就要拿掠夺的第一名，我就要去掠夺这两个矿，到时候我就是掠夺的第一名哦。来，先掠夺一下，正在准备结算，哇，掠夺不了，最后1分钟结算了。哇，坑爹，这个活动已经完了，最终结算阶段是不能有任何增加的。然后我们这个魔君配饰最后激活一下，20个战船进阶单，然后这个 OK， 激活武魂铁角牛，我们激活一下，随便激活一下。需求品质不足，我还有品质需求的。哇，这个还有品质需求的，这个牛我们还没有激活，到时候再看一看。哎，有高手约战，会给这个武魂强化宝箱。然后我们现在是8:50，对不对？队伍先创建一个队伍，然后邀请一下。他们的队伍应该都没有了。超爱心 ，OK。然后再来个谁？我们群里吼一声。还差一个打金副本。现在。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完了，应该是都能进来的。我们邀请一下他，看他什么时候来。你特权的话，累计充值，哦，这个还差一些。神仆降临，我们现在是排第二了，我们是68万，排第二，这是91万，太夸张了。第二和第五奖励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无所谓。哎，守护圣灵双倍掉落，这个守护圣灵感觉可以先，啊，不对，这个已经打过了，我弄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先邀请一下他吧，然后我们去打一下这里的这个副本。诛仙血阵最高级就是350级，我们单人挑战就可以了。然后他挂机的时候，我们处理一下别的事情。首先是邮件，矿场争夺奖励，我们是做出了杰出贡献。然后是全场 MVP， 哇，我还获得了全场 MVP， 还获得了掠夺冠军。然后本盟做出了杰出贡献，还给，哇塞，可以啊，9000战斧贡献，然后9个高级炼丹加了900亿，掠夺狮王，
哇塞，这个是永久有效啊，就是有时间限制的。矿战宝箱，哇塞，不错不错。然后两个500万的金币，然后9个终极经验单，旅途之王激活一下，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一般一般，不是特别厉害。天选转盘其实也已经没了，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进阶，这个进阶一下。好，这里先吃一下这个经验单。我们先邀请一下这个弹幕，我看着的。超爱心，来。最无情，我们要一个300级以上的就可以了。哎，唐明亮送了我99朵玫瑰，我们也送他一个，因为刚才刚好合成了一个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带我诛仙。诛仙不带了吧？诛仙还是不带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等超爱心登录进来。哎呀，先把商城都买完。商城这个福袋买了，坐骑买了，战船还要再买一下。这个一周就只能限购一次，140块钱就没了。这个战船宝箱开出红两星的就最厉害了，就这个洪荒巨炮，我们好像已经有了。又开了一个这个洪荒龙骨，好像也有了。啊，都一样的，战船强化宝箱。现在钻石不够了，只买了12个。有12个战船突破，还有这些战船石，我们去强化一下。然后这里我们再邀请一个人，还差一个队员，我们就可以去打经验副本了。七月的雨，来不来？七月的雨，他等级挺高的，B战红尘等级也可以，骗人的鬼。来一起打一下吧 ，Come on。有人说叫我升一下 V8 的话，你想10块钱是一点，然后还差123点，那就是123块钱，好吧。哎，七月的雨，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这里3倍次数，我觉得可以升到365级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来个爽的，我们今天吃一个这个3倍煎药水。